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啊！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，我们今天呢也要回家了。这一次出门的话有四五天了啊，玩得非常的开心啊，跟那个美女的话相处的时候特别的开心。现在也月底了。美女的她那个店铺的话也有很多事情要等她去处理是吧，村长呢这几天也要结婚了，所以说我也要回去忙一点事情了。这个看以后有时间的话呢，到时候呢就再说吧，再联系是吧，也可以邀请她去九龙村玩一玩啊，都可以这个石虫，又是石虫啊，也不知道说什么。然后呢我们这现在来兄弟这里拿车的话我们就回去了啊，也好久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，好几天都没有开播了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念我啊。行吧，那等一下我们就九龙村见啊。可以了，这个上去不错啊，跟原来的这个颜色一样啊，但是比较搭配一点。我还贴了一个这个车窗的膜呀，那等下我们回去的话开不了窗开不了窗咋整啊。可以啊，哎，那我们现在就回去了，回家蜂蜜啊，哥哥弟弟有蜜在哪里？哥哥弟弟摘的。有些没有，有些有。下面这个一块就多多了，你吃下面这一块。你去哪里摘？厂里面有我这蜂蜜。我看见了。你不怕蜜蜂教你啊？吃饭了吗？不饿。你吃那个西天门来。年纪好多了哦。嗯，大佬，奶蛤蟆妈妈。哎呦，这家里面下雨啊，有点凉啊，又回来到。刚才回来到的时候，刚吃完饭，这个大南哥打电话来，不知道他们这边有什么搞什么节目，叫我过来这边一下啊。哟，几天时间，二南哥。这装修外墙就得了，你看，很快的嘛。叫什么？想走八亿我就整你们喽。记得累，干什么？啊？哎，亲一下，村长呢？
个饭拿回来了哇、啊、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这不是我衣服吗？这你有同款吗？啊，你有同款吗？怎么那么信我的哦，送到大南哥呢？哎，还有没有蛋糕？蛋糕啊，还有谁过生日？谁过生日啊？我过生日。你过生日，你不在你家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机器不行啊？你看我穿的话，你穿成这个样子。哈哈哈哈哈！那个男的六六零，这里有蛋糕啊！谁过生日？谁过生日？有啊，今天谁过生日？谁过生日啊？啊，生日快乐啊！怪不得你们叫我过来这边干什么？有什么节目？原来是你过生日啊！哎。这个可强子，来，哥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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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天是你生日，生日快乐，又50岁啊，兄弟们，50岁的话，没有啥子了，那个那个，我发两年了，张伟强到啊，张伟强到啊，啊，心想中话，我听不懂普通话，麻麻蛋了，麻蛋，麻蛋，麻蛋吃，你啷个吃呗？我麻蛋蛋了，你要不要吃？哦，原来是，还是这个小美女生日啊！我都有，怪不得打电话叫过来，那么忙忙的，急急忙忙的，嗯。来了，我哥，那一杯烟，说什么那个？生病报一下。嫂子呢？在家里面呢、啊，在房间里啊。哦哦，在家里的。那么容易拿出来见风嘛？哦，这样啊。到时候你见面是不是给红包那种？我是老店啊，你用给。对啊，一见面就叫嫂子了哦。长辈才给，哎，给你怪人了。你叫我一声叔叔，我给一个。叫叔叔啊。这样不行的哦。那没有，那我叫了哦。那不行。只要叫叔叔就有红包。叔叔说，好，然后等一下去外面那里了。哎呦，来高点的那种粉红的，不是吧？我还一把呀，不是老哥拿个的，那个啥子好货，那里面知道没有？广式公文包，那么黑的，没办法，办了都没有食欲哦。那种才是深藏，看到没有？